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山妈。这个 Vlog 是近期碎片日常拼接而成的，有点凌乱，又有点丰富，有点杂乱无章，但是又是近期几件大事，哈哈，怎么能不向你们汇报一下呢？想看小山山的朋友们就接着看下去吧。视频最开始推荐几个萌式宝宝的小活动吧。第一个，这个小车的玩具是莎莎近期最爱，爸爸教玩了几次就 get 到了玩法，没事就自己玩玩。哎呦，再转一点，哎，然后再转哪个来？再转那个。停停停停。放，放。啊，你想让他想这？啊 ，traffic lights。然后呢？黄色的，灰色的。啊，这个黄色的是管这个桥的，对不对？那灰色的呢？这个倒水的游戏我从莎儿一岁就开始让他玩了，不过那会儿我都会控制一下壶里的水、小鱼、杯子能盛的量，现在我会故意在 pitcher 里放更多的水，让他有杯子满了要停止的概念。概念掌握了没不知道，但能玩水小主就开心了。最后就是萌式经典的照顾花花草草啦。最开始不太理解这为啥是萌式教育里这么重要，后来看到莎儿自己把种子种下，接着每天期待着浇水，看到小苗长出来，接着一天一天长高，从最开始哗一倒水都漫出来了，或浇的到处都是水，到现在知道浇一点应该停，跟我说花花宝了，不能再吃了，再自己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回去。这个过程真的又奇妙又感动，让我这个不喜欢植物的人向往能有个大花园，能和莎莎一起照顾它们。哎，妈妈来，哦，你帮妈妈弄是吗？谢谢。哎呦，好了，那把这边弄一下，这个，哎，谢谢。哎，好，谢谢你，这是。啊，这个花花像不像那个彩虹色的花？是不是？彩虹色的花，嗯，刚放这儿真漂亮。一个大事儿，想买个房，为了莎莎，也因为利率低，感觉最近房市太火，想掺和一脚凑个热闹。有没有懂行的告诉我下，该不该买呀？看了四个标号1234，我们下了一个 offer， 快来猜猜是几号。房子了，今天看来是个condo，是不是？大家去吧，爸爸走，大家去吧 ，go go。能上楼看看好不好？
卫生间。没事。哟，李珊珊又买了点淘宝，看看都是什么，已经都忘了。妈妈，这个好像是拼图，因为珊珊特别喜欢拼图。啊，这儿呢，这个也是拼图，还是也是拼图。我是买了多少拼图？哎呀，珊儿爸看我，珊儿爸你看我是什么意思？没意思吗？哦，我想给他买了一个海报，是月月妈妈推荐我的中英文早教点读机。那笔在哪儿呢？哦，这儿呢，可以点着玩的，好像。打车的，你还吃吗？拼图。这个是交通工具的，小动物的。珊珊喜欢拼图。这是买了两个厨房的抹布，说是吸水力特别强，然后就买了。好了，就这些了。我给珊珊买的点读笔和一堆书都在哪里？可能在下一波吧。今天就是一堆拼图。那一个一只狮子，一哪个是一呀？托，你海阔天空呀。一，一头狮子。二呢？一，一头狮子。八，哪个是八？哦，这个是八。你摁一个八。二十二，五呢？哪个是五啊？九十，摁个五。五只猫头鹰，呼呼，是不是猫头鹰？呼呼，哪个是小猫咪呀？七只小猫。七只小猫，喵喵，是不是？哪个是二啊？两个长颈鹿，是不是？两个长颈鹿。八，五呢？这个是几呀？呼呼呼！飞上天，飞到这是什么 ？Alright, means stop， 是不是 ？Green，go， 啊 ，yellow，yellow means slow， 是不是 ？Yellow，red means stop， 啊 ，green means go， yellow means slow， 是不是？yellow，egg。今天晚上想给他们爷儿俩做馅饼吃，这里面是韭菜，然后猪肉，还有点虾仁，已经调好味儿了。不过这是第一次做，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如果好吃我再分享食谱吧。
都掉了，这个是沙沙的，两个小的，这是沙沙两个小的。好啦，没有，烫不烫？烫不烫？哦呦呦呦呦！啊，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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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对不对 ？The driver says, "Move on back, move on back." 哎呦 ！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个大事儿，最近tour了好几家 daycare， 打算八月份把莎莎送去上学了，感受下集体生活。找了几家 Montessori 的，我比较事儿，所以参观了很多。不知道你们想看如何跳 daycare 的视频吗？这里是我偷偷录的，给你们也看看。这以后就是莎莎上学的地方啦。最后我选了这家。Every meal, and we usually have.A light, a candle, a battery-operated candle, and also a lamp for children. Yep. There's a lot of windows in all of our classrooms. Our shelves are lightly prepared. That is so our children can organize the items on the shelf. They can engage in a work and restore the work independently. Cool. This is Miss Monet. Hi, Miss Monet. Hey. She's preparing the tables so that when the children come in, they will be ready for lunch. This is one of our...primary classrooms, doing some art in the garden. This is also a big courtyard. Oh, nice. And because they are outdoors, they do not have to wear a mask outdoors. Okay. They do have to wear a mask indoors. And we have a ravine that lines our, it extends over here. Oh, I see.
children ages 3 to 6. I see. Now, I was riding to meet my friend Tim. So now he's having Tim. I'm going to This looks more nicer.